最近芝加哥地处机这个 3D 全息投影真的是太火了，这个玩意的制作方法全网到处都是，各种好看的动画效果都可以下载到。今天我来教你们如何制作属于自己的 3D 全息投影。首先录制一段自己跳舞的视频，然后导入剪映，调成1:1的比例，添加矩形蒙版，让它形成45度的三角形，然后添加3次画中画，依次重复上面的操作，让它们各旋转90度填满整个视频，最后在中间放一个小黑方块，这就完成了。来看效果。准备好了吗？我戒不掉你，像戒不了呼吸，漫长的距离，我用思念来代替，设计进行。你学会了吗？